有一种人每天随着音乐准时出现，让大家大包小包的跑出门，他们的工作更可以让我们的地球环境变得更好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清运垃圾的清洁队员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Ready Go！ 我叫大头，当然就是大头大眼睛喽，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好奇宝宝，喜欢拿着 DV 四处拍，爱吃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。呵呵，我还常常神秘失踪，让香蕉哥哥找不到我。大头，我是香蕉哥哥，我最爱吃香蕉。招牌的造型是头上有头带或是帽子，喜欢背着背包四处旅游探险，更喜欢拿着画笔画画涂鸦。还有啊，我遇到感人的事情就会感动流眼泪哦。垃圾车来了，帮我收一下垃圾哦。什么事啦？我是说，赶快去帮我收一下垃圾啦。啊？为什么要收垃圾？哎呦，垃圾车走了啦。啊？垃圾车？不会吧，该不会是你在弹琴吧？我还以为是垃圾车来了嘞，真是的。香蕉哥哥，我有个问题耶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垃圾车的音乐要用《少女的祈祷》这首曲子呢？我想啊，会不会是因为啊，以前有一位少女，她每天都在祈祷垃圾车要赶快来，这样他倒完垃圾啊就可以出去玩啦，所以啊就用《少女的祈祷》这首歌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啊？难不成要用《命运交响曲》啊？这样也太紧张了吧。也是啦，可是也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吧。不然我们去请教专家好了。专家？谁会是垃圾专家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走啦走啦。是谁？大头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我记得是这里没有错啊。好像是那个牌子了。他们是台北市环保局内湖区西湖分队夜间班的队员哦。西湖分队成立已经有20多年了，现在共有20个队员。一般垃圾部分每天平均有22公吨，资源回收部分每天平均有3.5公吨。哇，原来清洁队员最重要的就是体力和耐力。当然，因为每天都要和民众面对面，所以沟通能力也很重要哦。卢叔叔，我问你哦，为什么垃圾车会用《少女祈祷》的音乐当作提醒大家倒垃圾的音乐呢？据说像国外买垃圾车啊，它就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哦，是说以前买来的时候车上就附有这个音乐？对，现在一直沿用。那卢班长，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哦，不知道啊，你每天收了那么多的垃圾，会不会觉得累啊？不会啊，习惯就好了啦。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做一天试试看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太棒了！哈哈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就那么刚好，我们正好赶上清洁队上班点名的时间喽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队员，香蕉哥哥跟大头。大家好。我是香蕉哥哥，今天我跟大头呢想要来认识一下清洁队员的工作，就麻烦你们喽。哇，大哥们真是热情哎，看来今天清洁队体验日应该会很顺利才是。哎，大哥们好像要出发喽，我跟大头要赶快跟上喽。台湾的垃圾车所用的音乐有2首哦，一首是《少女的祈祷》，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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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首曲子啊，是由一位波兰的女作曲家，她的名字叫做泰克拉·巴达杰夫斯卡所作的哦。那另外一首呢，是给爱丽丝，就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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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这首曲子可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的作品哦。哇，好多垃圾车哦。对呀，不知道啊，收垃圾会不会很困难呢？那边有个大哥，去问看。好啊，好。大
嗨，请问一下，做这个收垃圾啊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呢？安全第一。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大哥，你在看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？这个按钮是压的时候。压的时候。启动了就会把垃圾压进去。对，那自己吃下去了。那如果停下来了。对啊，危险的东西，我们看人家老百姓的时候来的时候，有的危险我们就要停，马上停，有的就要拿什么东西。听大哥说，收垃圾除了安全要注意之外，帮助民众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哦。相信聪明如我，呵呵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香蕉哥哥，我刚刚听杨叔叔说，当清洁队员一定要很清楚垃圾的分类，才能指导民众。你真的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喽，不然你来考考我啊。香蕉皮、堆肥厨余、蛋壳、养猪厨余、便当盒、一般垃圾、旧衣服、一般垃圾、垃圾。香蕉哥哥，五题你才答对了两题，不及格啦！我看你还要多多加油喽。哎呦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啊，站好了，我来献唱一首经典名曲来帮你加油打气喽。经典名曲。混沙路易，混沙路易，快来快来快来倒垃圾，分散嘞，分散嘞，分哪散嘞？只愿垃圾，一半垃圾，还有厨余。进来进来进来倒垃圾，混沙路易，混沙路易。香蕉哥哥，你对垃圾分类了解了吗？哦，侯班长，我都备好了，没问题。好，那这次装备，等一下垃圾随我们酒吧西路线走一趟吧。奇怪，这里面有东西耶。侯大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是酒吧西路线时间表。时间表，哎呦，不需要这个啦，我们拿大概的时间去就好了。那不可以哦，一定要准时哦，因为怎么讲呢，民众都知道这时间都要出来丢垃圾的。哦，对，也不能提早走，也不能提早走，一定要准时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对吼，如果以后都不准时，那顾客不会上门。对对。现在呢是5:45，那我们第一个点6:00就要到咯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咯。到了哦，拜拜，我要走哦，拜。香蕉哥哥，拜拜，要加油哦。拜是我们第一个点，那它的时间是6:00，所以现在时间到了，我可以去按音乐了。好，我现在去把音乐声音打开。怎么会算他们比较便宜？他们比较辛苦啊。
哇，他们也知道大家都很辛苦哦，所以都有体谅他们，而且呢，比一下手势你们就知道几个了哈。对。对啊，你看他们也很辛苦，在忙碌哎。好吧，你们要继续做好吃的便当给清洁员吃哦，谢谢。大哥们在这一条路线收垃圾也有一段时间咯，所以和民众的感情都很不错，连买便当都有优待呢。被我抓到的话，法办。你看，连阿妈他们都比较会弄。好啊，他做人软蛋。阿妈拢就有规矩。对啊，阿妈拢好榜样。糟了，刚才一下来就忙着帮忙收垃圾，忘记放音乐了啦。还好大哥有放。大哥，还好你记得放音乐嘞。我要固定时间都在注意啊。哦，哎，可是我们早就来了，6:15就来了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就放，还隔一下？因为你就来随帮人误会，讲咱定时间有提早。哦，对吼，这个点是6:20呢，所以20才放，然后放了1分钟。如果15就放，人家就以为哎是赶时间。对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先生你好，这个是厨余桶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台北市都会有，台北市都会有，然后应该是一户，一户会有一个，所以这样大家很方便就可以用这个来倒。考考你，养猪厨余是哪一些？厨余就是熟的，熟的，啊对，煮过的，煮过的猪可以吃的。对，那厨那个肥肥就是骨头，生的剥皮，好厉害哟，很好很好。好，现在我们距离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间呢还有30，所以呢还没有做资源回收以及收垃圾的民众呢，赶快打我们的啊，不是，不用打专线，直接到现场来就可以了，把垃圾处理好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袋子没有把它包起来啊？它装不下啊，我就只好这样绑着。那大哥，你看他没有用袋子把它包起来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泡沫，没有回收。那如果它这么大的话，可能它一般家庭用的袋子没那么大。哦。那为了让环境方便，你使用者部分，你一定要装弄个袋子，这样就可以丢了。对，一定要有袋子才可以。哇，好贴心哦！就是像这种没有回收的东西。对啊，那一般的我们家庭可能有这么大的袋子。小朋友，虽然台北市实施垃圾分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还是有些东西很难去分类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问清洁队的叔叔们，他们都很乐意协助大家的哦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回收1公吨的废纸可以拯救20棵树木，回收1个玻璃罐所节省的能源可以点亮1个小灯泡哦，回收1个汽水罐所节省的电力啊，可是看3个小时电视的电力哦。所以保护地球，你也可以做得到哦。叔叔们休息的时间，大家都会利用这个时间吃东西，补充一下体力。哇，看大家这么辛苦，我来帮大家按摩一下好了。啊，谢谢呀，谢谢呀。这边还酸吗？还好，谢谢。香蕉哥哥，你刚刚出去跟着收垃圾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我觉得我还好哎，不过我真的很佩服大哥他们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帮助别人啊，而且做了好多事情哦。不过呢，待会呢，我想要去资源回收车那边。为什么？因为资源回收也是垃圾清运的一部分啊，我要去体验一下。大哥，我们要走了哦。大哥在叫我了啦，那我赶快去哦，你乖乖等我回来哦。好，没问题。
前面那边厨余呢，跟一般垃圾的分类，一般的民众都做得不错哦。那我不知道，等一下这资源回收车是不是大家都会分好类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知道喽。好，保利桶就是立体的，立体餐具，哎，246，二四六，来，拿过来，来，等一下行吗？等一下行，你无问题，等一下哦。哇，大家辛苦了啊！保利平时有在做资源回收，有，很厉害，很棒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做我们什么要注意的事情？你要接东西的时候手要扶着，先扶着在旁边，先扶着旁边这样子，再接，然后再拿，以免太重就哎，对，掉下去了。而且我刚才有发现哦，大哥呢在丢的时候，虽然大家都往里面丢，但是他丢出来的时候还是有检查一下哦。像我保利龙，他就会拿起来，跟他说在保利龙前方那边。哦，你有仔细看呢，用心在做呢。做久了就会了。做久了就会。流汗了，看到吗？流汗。哇，其实还蛮热的，这个工作。啊，滴下来，滴下来了，就在这里，我珍贵的汗珠。好久不见了，汗珠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哦，这要丢纸上，丢不是这个。不是，这要给你们吃的。啊，给我们大家吃的。给你们大家吃的。怎么那么好？因为我们很辛苦，因为你们很辛苦，可是你们有做回收也很辛苦，没有，然后给爱的爸爸，谢谢谢谢，哇，有东西可以吃了，哎，好棒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对于辛苦工作的清洁队员，社区居民们也有一些话想对他们说。西湖分队的队员很棒，赞，棒哦，啊，好辛苦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。垃圾终于都收完了，现在大哥们准备把这一车满满的垃圾送去焚化厂喽。当清洁队员最辛苦跟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话，对台北市那个市容有很清洁。就是说我们把台北市弄得很漂亮，大家都会骄傲。对，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？不会嘛，印象深刻的就是呢，我们老百姓你会对我们这么好了。嗯，你两个刚好得到快乐。有啊，舍不得退休了。舍不得退休。对。啊，我哥哥你做十年哦。没错。垃圾送到焚化厂之后，首先要先过磅，看看今天的垃圾量有多少，称完重量就可以把垃圾倒进一个大洞里，送去烧掉。然后清洁队的大哥就可以回去准备下班喽。啊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1:20了，好想睡觉哦。哎，好像回来了耶。哎，怎么一直往里面开呀？赶快跟去看看。哦，原来清洁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，叔叔们要帮忙把垃圾车洗干净。这样今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的完成哦。终于洗完车子了，现在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大头呢？大头，大头！香蕉哥哥，我在这里。我来了。哇，大头，这里怎么那么多别针、跟胸章还有磁铁啊？对呀，我和杨叔叔在交换胸章哦。哎，杨大哥，这都是你的吗？对呀。大哥们因为上班时间是晚上，和小孩相处的时间变少了，所以会更加疼爱他们哦。帮忙收集胸章、磁铁，这是大哥们疼爱小孩的方式哦。香蕉大头，我们要回去玩点名喽。大头，时间到了啦，赶快走吧。好。晚上点名不像下午一样，一个一个叫名字哦。
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如果叫名字点名会吵到邻居，所以只要看到大家都在就算点名了。哇，叔叔真的很为邻居着想哎。对啊，大头，你看清洁队员的叔叔们真的很辛苦哦。现在啊，都已经12点多了哎，大家都已经在床上呼呼大睡，可是啊，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完成而已哦。对呀，而且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晴天还是下雨天，他们都要在外面跑来跑去，真的好辛苦哦。所以啊，下一次啊，我们去倒垃圾的时候，你记得应该大声的跟他说哪一句话呢？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大声的说，谢谢你辛苦了。大头，你真懂事。每一天，人们在熟悉的音乐声里，拎着大包小包，等待大嘴车的到来。清洁队员肩负了使命，不仅仅是收垃圾，也联系了街坊邻居的感情。一句短短的问候，却串起了冷漠都市里的温情。穿梭在大街小巷，从白天到黑夜，清洁队员们很少说自己辛苦，只是笑口常开，问候着住户们，忍耐着恶臭也不以为意，看着干净的街道却是一种满足。在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到一种坚定和喜乐。如果我的家人也从事这种工作，我一定会非常骄傲，因为他们把别人不喜欢的统统收起来，也把快乐和干净散播给其他的人。他们不只是收垃圾的人，而是环境保护的天使。辛苦的清洁队员们，加油哦！拜拜。